哦，粉色的。希望他哦，们能和粉，俺多过几招。我的粉，先学个艺。天破他骸骨，他没带。为什么是征服者？带个征服者不带盾，带破击包也配跟我一级拼，兄弟。双刀。此地不宜久留。这样吧，我就不出耀光了。我先出耀光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出死神宣告了。我操，你是真秀啊！我看，看看，我就看看你打野，我也不说啊，我不说，咱们这个。人家四级了，你看着办啊！人家可四级了，我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与你争这个和气啊！没有办法，争不了。你们记住，狼人的血条只要有 E 技能啊，那永远都是假的。一定不要等他有 E 了，你跟他硬怼。你等他 E 完，我们 W 跑。哎，但这小子没带盾还好一点，正常带个盾的话更假。直接硬拼这波，直接上来怼。别急啊，等技能。他把技能甩了。一 A Q， 平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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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W 走，又咋了？等一会儿啊，看着这血没？拼不过，半血还好，一会儿有点燃杀他。10秒。兄弟们，其实这都有点拼不过了，等六吧，等六级能好一会儿。一会儿满了，满不了。狼人只有半血能吸血，半血以下才能吸。他再往上涨一涨血都不吸了，那还无敌了呢？那一直吸还没个玩了呢。不要了这波兵，丢一波丢一波吧。他没带骸骨，其实还挺好打。这凯隐确实玩的确实挺好啊，这把应该是够呛了。无论是俺们家小花毛的 Q， 还是那凯隐打野的步伐，还是那个凯隐敢去跟中单拼的勇气，我都觉得都挺好的啊，真不错，都不错。这波他可能要先溜，三个兵不知道能不能升到六级。哎呦，他出反甲！
齐亚娜不敢上，先吃几口屎。那直接大我肯定是不行，把兵线给他带过去。那凯隐来一趟不能让他白来呀，肯定得杀他一波。至于吗兄弟？那肯定至于，那不能让你队友白来。我不能让他浪费时间。这是个出幼的，这是俺老孙正等着呢，这波陪打去。完了，他打不过。打不过。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。其实我有点上早了，但我上晚点他也打不死了就。这齐亚娜硬换呢，狼人其实不太会玩儿。但就即使他不会玩，我们打他依然是很费劲。这玩意儿呢，近战打都挺费劲。我也可以跟他正常玩，我就不用杀他，其实也可以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Enemy rampage. Executed.换个出装啊，这把不能出三线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有妖气。1500。
W 稍微交的快了那么一点，要是能挡他一个大就好了，没挡掉。到后边不拼了吧，打不过我们自己的爆发根本不够杀的，这把就慢慢玩吧，下路如果不行就算了。不能打了，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，再打下去对线对不了了，要炸了。回家出分离者，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所以我挺想去波下路的，不过我又去怕去下路吧，很有可能就什么呢，就是打一波这狼人又管不住，我还是跟他管一管吧，我们这把听天由命吧，那队友能打过就打过，打不过就拉倒。猴是真不太行，这么菜的狼人都打不过，都他妈的都打不死，真的。自己伤害单爆发不够，不像那刀锋的英雄爆发高一点，现在这伤害有点低。这波单杀很重要，没用，那有死哥，那下路一杠六，慢慢打吧，试试看吧，有的时候一切皆有可能，慢慢来吧。这狼人，天！我玩的都比他玩的好吧，说实话，菜样吧，但没办法，这猴就这样。我来个两件套，可以，先来个小两件套。俺老孙正等呢。浪费闪现了，那我问问你，如果他在这个地方大到右边怎么办啊？浪费闪现了，还有你知道如果他大到我人，他的回血能回多少血不？操你他妈！
我用个 R 吧，他就只用个 E 就行，很难搞。人有点多，还也没有大好，没有大不行，没有大打不死。拿头赢，那你一杠七肯定拿头赢啊，你一杠七上哪赢去，打也打不动，阵容也不行啊。看凯隐的吧，这凯隐要是会玩还行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但我感觉这凯隐一般般，不算是很会玩。他这边有没有大招不知道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别叫上俺老孙的本事吧。别打了，少人。这边五个，我们家就四个，拉倒吧。那团战打打看吧，我估计要推中了。银鞋太贵了，凯隐如果无不立刻杀，凯隐就是。打得太慢了，泰坦不走我们就全得死，给了吧，不打了。干啥呢他？这辅助可以杀，行了，波比起飞了。点我是肯定不可能点的啊，点我是肯定不可能点的。输可以输，点我肯定不可能点。我出神圣分体者，不出三项输了吧？我现在有六个帽子，他都输。我现在杀二十个，他都赢不了。俺一个跟头能翻十翻八千里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一共就我一个塔没掉，上路塔没掉，我能做的就只能跟这狼人打个五五开了。你要想让我硬杀他，杀不了。勾，
这英雄一般般吧，现在特定的阵营。来这波我给你打一波，来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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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我这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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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没有人，这波没有人可以打，往我这走，他可以打，先把这死哥给我秒了，往后边点，杀不了就算了。1600，差点黑切。不宜久留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但俺问问土地。1600差400块。这把阿卡厉害，这只是他英雄被抢了，下路不太行，就这么个事。凯隐有魔切，这把也就凯隐起来能赢，其他人起来都赢不了。看看这齐亚娜搁没搁草丛里头啊？他再给我秒了，不合适。我这23分钟马上3件套，其实还行。我装备是不错的，如果正常发育，团战打起来啊，其实是就是能赢，随便赢。回血，哦，再来个蟹手，我都马上六神装了。换了呀，我天哪，这还想着跑。阿卡丽没技能。我的鞋子，我都不用出鞋，我出鞋干啥你说也行吧，我出个鞋。我们挺肉的，我这2700多滴血，虽然说我抗不是很高吧，但是我血多呀，我2700多滴，我将近3000血，那狼人血都没我多。一百，还能换一个吗？好了，一身血，龙拿下来了，挺好啊。对面没拿着龙魂。感觉有戏呀、啊！我蟹手出来的，如果小黄毛会玩啊、哦，如果小黄毛不是特别菜，他会玩，其实这把有戏，嗯，其实这把有戏，主要是看这个小黄毛到底有装备，他会不会用。这死哥其实没啥用，齐亚娜也没啥用了，狼人就是个靶子，主要就是他们家小波比。他稍微捡两个银头，会那什么就行，会玩。后边可以打，他们在乱打啊，他们在乱打。对面在乱打。我
说实话，这个龙啊，真不是那么很好打。我们没有视野。行，我有点盐可以打，这会儿我有点盐了可以打。哎，别给抓啊！能打了，这回能打了。小黄毛又捡一个人头，我就说他们家在乱打。那刚才人都不在，那又得敢打。我先来个蟹手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最后一件出啥呢？出一个春哥肯定是得要，也来个春哥吧。不打了，死了就死了吧，别上来一个一个送。我都没法救他，算了，我是都没抽出来。我不该说能打了，我说了别给抓，我说了别给抓，能打了出去就愿意抓，抓完以后凯野就往上上，凯野往上上，阿卡丽又上，阿卡丽又上完以后，那就不会玩，就是不会玩，这就是属于正常现象啊，属于正常现象，基本上这钻石的就都这样。